恰好呀！啊，迄伊要去送
班啦，上七点半的班里买大卖场啊，大九九的啦，啊大卖场啊，啊伊上来是七点半的嘛，啊伊九点半再搁等下困啊，困再搁两点再搁上班，上到十点安尼啦。结果伊透早要上七点半的，结果伊出门咧十九分都甲弄掉。甲弄一个都严重诶，也袂当跪倒。伊个囡仔是紧紧拢个落去啦，要叫我阿伯要安怎？我拄仔来才拄仔碰阿伯两年呢。啊，那伫我生我查某囝身上。你办公妈祖讲好贵哦。哎呀，去求妈祖啦，叫搞我救我查某囝啦，阿妈，我伊安尼想迄种种，啥伊安尼跪倒，只啊汽车阿家搁过两支骨等于我看伊安尼直直抬我，敢来挂我的毛，我足艰苦的。为什么要搞阮查某囝弄干呢？